想吃点东西。我这趟去上海瘦了2斤。你们嫂子胖了3斤。我跟他吃的一样的东西，你说这奇不奇怪？来吧，鲶鱼。嗯？上来就给了我一个青鱼儿。哦，可以。这把来个月神，我操！这上来给俩月神，不玩月神？月神配猎人。有没有兄弟知道月神配点啥的？五猎人呢？月神配猎人可以，我们来个月神配猎人。锁着甲，锁着甲不太好。福星斗士，先上俩这个，上个大树。我那天选之人咋还没给我呢？月神要赌啊，月神就厄斐琉斯就行了，也不用赌。其实月神配猎人，我天选之人呢？怪了啊，怪了！我看谁生，你们谁想生啊？好像这不太行啊，这月神呢，前期干的斗士好像有点费劲呢。月神要天选，就月又要两个月神，天选月神还是天选猎人？我天选之人呢？哎，不对吧，每家都有，就我没有啊。不是因为啥呀？这把天选之人为啥没有啊？卡 bug 了，我天选呢？可恶。简直是可恶。我卖了一个，我没卖呀、啊，他没有、哦。
底下没有，没给。哎呦我操，咖喱奥出来了，这前期这咖喱奥这不无敌了吗？这咖喱奥啊，哇，这把是真是拉胯，这把连个屁都没有，真是有点倒霉呀、啊！这经济也不咋地呀、啊。给个天选之人吧！哎呦我操了！我是做什么坏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不会吧？哎。这家伙可不太让人玩啊，这我没有天选之人、这可太猛了，这猩红啊！卡槽紫色的那个没有，没有。啊！我操，神装恶飞流丝！哎，我都这么掉血了，别介啊！我都这么掉血了。哎呦，这家伙！我的掉血都掉成这样了，你再不把这给我，我跟你说。终于来了，来了个三国，我要这个屁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先来个巨云杀手，哎，一二三四。六七八，不行，无尽呢。这恶飞流丝的虚区也不给力呀、啊。为啥不说呢？早不说无尽饮血的，你说我上哪知道去？我寻这玩意儿先出这个呢，这咋都猩红之月呢？这把我卡死你！我是不是要归西了？我感觉我要没了，我这咪西了。他要是天神的我就拿了，我就走狼人了，但是不行，他不是天神的。其实月神羁绊好像也没啥玩弄，这是不是真的？其实月神羁绊没啥玩弄，
中恐惧。厄斐琉斯马上无敌了，你给我下下来。只要我们厄斐琉斯升到二星，我们就无敌了，他马上就升到三了。猎人好像都是这个猎人的卡好像都有点羊刀来了，大剑都是三块钱四块钱的，这是有没有人知道月神到底用不用赌啊？这月神用赌吗？插一首斗士怎么办？大树少个斗士，不赌怎么吃四星？那你月神不得配猎人吗？哎呦我操！哎哎哎哎哎哎！哇，无敌了呀！塞拉斯拿不拿？你们决定吧。厄斐琉斯有点厉害的啊，下了塞拉斯，为啥呀？哦，哎，哦，星级最低的英雄会升级。哦，拿了好多。完了，这能不能不上了？这咋整啊？这咋整？这不少钱了吗？这，你滚吧，我换个别的上。四猎人，三月神，两明咒，两斗士，两耀光，两秘术。呀，给我瞪过来了，我操！这把这个猩红之月好像有点猛啊。我决定拿个狼人，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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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个狼人就行了。月神应该要塞拉斯，好像不要冰女或者皎月，上错人了，应该要塞拉斯的。其实魔法师上吧，狼人无尽一会儿给吧，一会儿给吧，在无尽先不着急啊。土地没有机会了，三星够用，这个飞流斯三星够用。月神一共就仨，别着急啊呀，这不来了吗？这拿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拿下了吗？刚说完来了，没有四星玩什么月神？月神就杀人啊！冰女不要了，冰女不要了，那现在没啥上的呀，上个永恒之身呢。没有上的东西了呀，这给了个彩儿，呀，幽弥生了，我先拿着啊，万一这一会儿又要了呢。哎，三猎人，再来个千九，玩活了，把这俩撇了。四斗士三猎人漂亮啊，再上个小幽咪，看这能合啥啊。没啥能合的呀，这没有东西能合呀。一会儿狼人给他换了，先把这无尽给了。没有东西合，这铲着没东西合。我把四星给玩没了，我玩的猎人，我玩啥四星啊？
先上三斗士，四猎人，咱再升个级。哎，血夫了，上个弩弩，上弩弩，大树换成万猴，成了。狼人稍微给点装备。我操，这大树，这是什么大树？大树有点不像人了。还好我恶飞流丝技高一筹。没救了各位，咋的了就没救了？我这阵容没毛病啊，咱这一会儿把狼人的装备给他换下来，别着急呀、啊，着啥急呢？急什么呢？真是的，别急啊！确实没毛病，你看本来也没毛病啊。你要想要四星的话，下把我给你们来个四星的，行不行？这把应该是就费点劲了，这把四星上不去了。我感觉这个英雄四星没猎人稍微有点弱，我吞了他。啊，这还有三个永恒之身呢，大树。要魔抗要攻速都行，这两个选一个。那来魔抗吧。我这狼人不无敌了吗？我这狼人。四星和猎人有没有冲突？有冲突啊！你要四星前期堵的话，那就上不了猎人了，那就有点略微是有点后期了，那就是。我大树好像还换不了，这大树，大树有永恒之身，嗯。那就不要这个猫咪了，不要猫咪也不对呀。完了，我恶飞流丝让人切了，刺客好像有点克我呀，我这一看。狼人给我挠！千九寒冰，恶飞流丝不能让人切了，我们后边放个东西，比如说他白银卡别人牌，卡谁牌呀、啊？我不给自己卡一块钱吗？这我卡别人牌，不行了呀！这不行了，
这怎么还给我幽咪还给我干了一下子呢？好，最后上个幽咪，哎，就差不多了，这就成型了。九营口上个秘术，整个老头啥的就完事了呗。唯独就是少了个天神，满羁绊。咱可以先递递质量，先整个狼人出来。我这狼人这个武劲我得卸了。不来攻速吧，炉灯有什么用？哇，好多铠引哦！一名灵魂莲华明咒英雄在首次释放技能时会为所有友军提供基于该法力消耗的攻击速度，什么意思？加攻速，那我要是整四个我是不是无敌了啊？那我最后上一个我再合一个，这是不是就无敌了？给谁整一个呢？法力消耗的攻击速度是不是蓝越多越好？谁的蓝多？可以整啊，我整一个吧。49音，那我这升吧，完了我摁错了，我他妈多升了一级，我操了，太卡了，有点薛飞是有点卡。给恶飞流失啊，恶飞流失还得要无尽呢，给这小胖子吧。狼人给我挠，狼人怎么打人不要血呀、啊？狼人呐，来来个灵魂莲华夜幽，上个女神之泪。完了，我操，我他妈合错了。不对呀，这啊，我没有啊，这夜幽跟明咒不是一个玩意儿了啊，我寻我还能合一个呢。哎呀，我操了，我扫个炉灯。哎，算了，这么地儿吧。那咱还升八干啥呀？这没用了，我这升八就上个秘术了，我赶紧把我质量提一手，我36滴血。蛇女儿，蛇女儿，不拿，这不随便拿吗？这拿哪个呢？我还不能拿千九。我拿这个，
合错东西了，不知道啊，这玩意儿弄的没合过呀。这回就神装了。哇，塞拉斯差一个，厄斐琉斯，这咋整啊？这可咋整啊？这可怎么办？卡住了。我操了，这可咋整啊？这也升还升不上去。哎呀，有点难办呢，这牵牛猫咪走吧。蛇女儿，关键我也没法上啊！这蛇女儿啊，哪有猫？蛇女儿哪有猫咪厉害呀？真是的。我会用这个。努努。拉酒上个小路也是行吧。怎么样才可以不让厄斐琉斯让人切死？现在这厄斐琉斯死的有点快。哎呦，我狼人无敌了，我这狼人。上人口上个小路吧，嗯，所有均获得20%的法术强度。法强有什么用？没用啊，说的就没有用吗？这玩意儿呢，那都合了，就这么地儿吧。哎呦我操，全是五费英雄，给点三费卡吧。他应该是升不上去了，我决定拿两个寒冰。这玩意儿呢，呀，刺客呀！寒冰这个位置好像没人切。我们一会儿把厄斐琉斯换寒冰那边。哎呦我这狼人，我这狼人，我太猛了，我这狼人。上蛇女有秘术，哎，好像行哈。早为什么不说呢？早说呀！现在这钱确实有点少，攒攒钱吧。我把寒冰换个位置，千九这就给他们切了，不要了。呀，世事难料啊！
他这不行，他这后排没有后排虚区，你知道吗？我们这后排虚区老猛了。OK， 这家没碰着过呢，这家没碰着过，说明什么？说明下把要碰上这家了，我就得把我的努努让他们在这挨揍。努努大树不行，大树得站前面点，这玩意儿站后边吧。薛微往后面站这么一点点，别扎堆就行了。哎呦我操，这一个瞪，哎，咖喱奥可以瞪人是吧？哎，太恶心了，咖喱奥，咖喱奥还在转人呢。有没有寒冰？来个全套的。九星红，九星红没其他羁绊。啊，斗地了吧？寒冰我估计升不上去了。这个给谁呢？塞拉斯配这装备不？塞拉斯都三星了，配不配？寒冰吧，别塞拉斯了，寒冰得了。现在打这家，往后站点吧。蛇女来了呀！没看着呢，早说呀！锁一手啊，锁也不合适啊！万一下波给俩寒冰锁了，不傻逼了吗？蛇女儿没有，没有这么地儿。俺们应该是打这哥们儿了，我估计我够呛了，我打不过他。除非我的狼人特别的猛，我的狼人试一试。我往右边扎堆，大树往左边站点。这波没有咖喱奥，啊，剩这哥们儿，剩这九星红的哥们儿了，三星的寡妇，九星红真猛啊！有些人肯定对我疑惑不解，不用疑惑，我们攒十块钱，这就是细节，下一波可能就能刷出来三星寒冰加蛇女，明白吧？攒十块钱，别急，细节一点。哎呦我操！这玩意儿给谁呀？给努努。滑板鞋，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不要诱惑一条毒蛇。
聚聚。聚聚，打不过那这伽利奥带链儿的，咔嚓一个链儿，我们直接就游戏结束。谁链儿的人呢？建模链儿的人呢？呀，哎呀，哎呀，兄弟呀！拿下，拿下，拿下啊、哦！拿下，拿下，完美拿下。